这是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秦岭分局的民警正在进行了一次枪支测试实验。民警在距离10米的地方放置了标靶、啤酒和罐装饮料，然后用一支气手枪进行射击。枪声响过后，啤酒饮料破瓶而出，张贴标靶的水泥墙面也被打出了深深的坑洞，可见被测试的气手枪杀伤力较大。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又将这支气手枪送到了相关司法鉴定机构，检测结果同样证实了警方之前的猜测。鉴定他的那个枪口的这个比动能已经大于这个1.812，他已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的标准。可以认定为它为枪支，超过每平方米1.8焦耳这么一个值，所以构成枪支，我们才正式立的案子。警方之所以如此慎重地对这支气步枪进行鉴定，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起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每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达到这样标准的枪支，在5米距离内可以轻易地把易拉罐饮料打个对穿，对人的生命安全具有一定的威胁。这样的枪支，不管是用来玩乐还是被用于犯罪活动，都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那么这支枪是从哪里来的呢？警方的调查越深入，真相就越让人震惊。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朋友圈展示枪支是炫耀还是买卖？买了一支就是仿 M1911 气手枪。单线联系，从不见面，藏身幕后的头号卖家究竟是谁？越往上，组织越严密，他们只跟熟人聊天。辗转多地，循线追击，网络贩枪团伙逐渐现形。头号卖家一线正在播出。2017年初，咸阳市公安局秦岭分局得到一条线索。有人在微信的朋友圈中公开发布售卖枪支信息，于是围绕这个微信号，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并设法添加了微信的使用人李某为好友。民警们利用了很多虚拟的身份跟他进行接触聊天，获取他的信任，也以此来这个证实他是否进行售卖枪支的行为。虽然侦查员在此人的微信朋友圈里确实发现了一些展示枪支的图片和视频，但是此时侦查员并不能确定他到底是在售卖还是在炫耀。其次，他展示的这些枪支到底是玩具枪还是具备杀伤力的枪支？考虑到此人从来不在朋友圈暴露自己的照片，侦查员认为此人售卖枪支的可能性较大，决定深入调查下去。获取了他的信任之后，他为了这个炫耀和夸耀自己，很主动地告诉了我们民警，他曾向我们本地的某某某售卖过一支气体压缩气体动力的枪支，买了一支就是仿 M1911 气手枪。得到这一信息后，民警找到了这个人，并暂扣了这支涉案枪支。经实地测试和送司法鉴定机构鉴定，这支气手枪符合枪支认定标准。这一系列的气手枪，它对人的伤害效果呢，不会说是立刻致命，但是在击打人体相对薄弱的部位，比如说眼睛啊，就会致人失明。于是秦岭警方立即对李某进行立案调查。很快警方发现李某还经营着一个微信群，有50名成员，群主也就是我们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之一，他是叫农民商贸总仓，在他下面有各地的农民商贸的分仓。在这个微信群里，李某向群成员兜售着各种物品，其中就包括枪支。一类他们的圈内叫杂货，就是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类叫狠货，
也就是国家明文禁止和规定，要严管严罚的枪支、弹药、弓弩等等危害性较大的警用器械等等这样的物品。经过长时间聊天，侦查员逐步取得了李某的信任，也一步步获取了有关李某更多的信息，确定李某为四川宜宾市人。他在炫耀自己生意成功的同时，说他还从事很多职业，他是搬家公司的老板，他有自己经营的企业，他有自己的车辆。他在炫耀的同时也疏忽了一些事情，那就是他在微信群里面炫耀自己的车、门店、自拍等等这些照片的同时，也暴露了很多地理位置信息。侦查员立即赶往宜宾，围绕搬家公司老板这个重要信息寻找李某的下落。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辛勤工作，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排查了80多家搬家公司。当警方排查到宜宾市区的一家搬家公司时，发现这家搬家公司的内部结构和门口所停的一辆轿车与李某之前所发的图片很相似，于是对这家公司进行了严密盯守，并且现场和李某进行微信语音通话。在我们民警向他发出语音通话之后，他也拿出手机坐在车内跟我们民警开始对话。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也当时也不明确他车内和身上是否也携带有枪支，所以我们就决定秘密的跟踪他。侦查员一路跟踪李某，来到了他所居住的小区后，在锁定了单元门后，侦查员化妆成社区工作人员，跟随当地派出所民警展开入户排查。我和派出所的同志呢，就开始按照掌握的这个李某的在一个单元楼里边的住址呢，就敲开了一户门。敲开了以后，开门一看，我说这不是啊，这不是李某。侦查员亲眼看到李某走进了这个单元门，怎么转眼就失去了踪迹？难道是警方的行动惊动了李某？侦查员决定在这个单元内继续进行排查。就是我们从6楼下来之后，经过4楼，我就突然发现门口有一个塑料袋，里边放了一个好像进口的这个奶粉罐。那么前面我们刚好掌握的李某的孩子嘞，刚好不满1岁。那我就想，那么这户可能性大一点。敲开之后嘞，然后里边问谁啊，然后周警官就跟他们在那交流。这时候正说着嘞，从里边那个卧室嘞，就出来一个小伙子，他把身份证拿出来之后，我上去一看，果真确凿无疑，就是我们要抓的李某。我现在跟你说，你把事情不要考虑太简单了，好不好？气枪现在你哥气枪哥谁能买的？气枪我没有。问老实讲，我们这么远过来就是问那事儿啊。抓捕李某后，侦查员对他家以及所驾驶车辆进行搜查，却没有发现枪支。我们在家中将其抓获的时候，拒不交代他的犯罪行为，也不承认他参与过犯罪。警方决定把李某押解回咸阳进一步审查。在侦查员为李某购买车票的时候，发现这天刚好是他的生日。我们的民警就在列车上利用这个机会给他过了一个简单的生日。在列车上，民警给他准备了一碗过生日的荷包的面条，他也是很感动的，在列车上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我给李某就在这说，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不管你做了一些违法的事也好，或者其他的事也好，但是今天是你的生日了，
我们依然要祝你生日快乐。第二个，我也替家里边人呢给你带个话，啊，家里边的孩子那些的，家里人都会照顾好的，啊，你就放心。侦查员的举动击溃了李某的心理防线，列车上他对侦查员讲出了真相。在列车上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同时也为彻底打掉这张网络撕开了一个缺口。原来李某通过网络贩卖枪支不假，但他自己却从来不实际经手枪支，而是给上家做代理。每次他联系好了买家，就会让上家直接发货给买家。据李某交代，他还加入了另一个网络枪支交易的微信群，微信群有一个隐蔽性很强的名字，叫军城国际，群成员组织严密，外人很难进入。越往上，组织越严密，他们只跟熟人聊天，只跟他们自己人通话，特别是一些敏感的事情和物品，他们只跟他们群里面和团队里面的这些人说。因为我俩开过视频，但是我没看过他人，他也没看过我人，就只是拍过他的仓库。因为我要他给我看啊，我这里有这么多货，你帮我卖，我给你便宜的价格，就大概让我信任的意思。侦查员使用李某的身份进入军城国际微信群，发现了大量枪支照片信息。那么这些枪支的来源在哪里呢？这些枪支交易的背后，谁才是真正的操控者？经侦查，警方确定李某的上线刘某正是军城国际微信群的群主，也是这些枪支交易的主要供货人。继续潜伏在他们这个群中，继续的去观察，去发现这个团队的涉案人，这个团队不能说涉案人，发现这个团队的人员数量更庞大，涉及全国的面更广，有120多个。他是哪儿的人？你的上下这个群主？是河北秦皇岛的。侦查员立即赶往秦皇岛，并很快确认了刘某在秦皇岛开发区的落脚地。在当地警方的支持和配合下，我们获取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明确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姓名，刘某某，掌握了他在河北秦皇岛经济开发区有租住的一间临时的办公室。秦皇岛当地警方说是还有其他省的公安机关也在抓捕刘某，但是呢，刘某这两天还又没有在秦皇岛。发现他没有在河北秦皇岛本地的时候，抓捕组的民警是很有压力的，因为如果抓不住这个嫌疑人，那么案件就此就断了线。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侦查员围绕刘某的租住地展开了大量走访摸排和视频调取工作，很快有了新的发现。我们民警看到他已经于前一天乘坐一辆越野车，黑色的越野车，离开了河北秦皇岛的驻地，已经开往了北京方向。在北京警方的配合下，调取了进京车辆的路线视频。根据住宿登记信息，侦查员锁定刘某住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宾馆。我们民警就及时赶到了这家宾馆，但是很遗憾，他又退房了。不过很快，刘某的微信朋友圈再次暴露了他自己的行踪。发条信息是他在住在一个民宿的，坐在一个民宿酒店的沙发上的照片，配的文字就是要去后海酒吧喝酒。我们初步确定他就在后海附近的哪个民宿，他的沙发套的颜色是很鲜艳的，我们就同时开展了工作，积极查找。凌晨12点的时候，我们终于确定了一家民宿是有这样的沙发座套的。侦查员迅速赶到这家民宿，为了进一步确定刘某的下落，他们首先在外围展开了调查。很快，侦查员在民宿的停车场里发现了刘某乘坐的越野车，进一步证实了刘某就住在这家民宿。我们就在他的这个车辆旁边进行守候，直到凌晨2点钟的时候，他和他的朋友喝酒回来了。进民宿的同
同时被我们民警守候的民警成功的抓获了。别动！干啥？警察！不许动！警察！别动！别动！警察！别动！干什么？不要动！叫来名字。用哪部手机这个搞你所谓的微商？啊，白色的。白色的苹果手机。对对对。这个包也是你的是吧？对，这个钱包是我的。把他抓获之后，带他回秦皇岛他的租住地，进行搜查。这时候，在他的租住地就发现了涉案枪支，这个气手枪四把，长气枪一支。这是啥东西？这个1911气枪。气枪啊。不过，在抓获刘某和李某后，警方发现，这个通过网络进行枪支交易的团伙比预想的更加复杂。这还不是真正的售卖的源头和窝点，它这是一个多层级的网络销售平台。秦皇岛的刘某也是微商销售的一个高端的平台。据刘某的手机和电脑上我们检查查验发现的大量的发货单据，来自于山东的济宁市，也就是真正售卖枪支的一个窝点和源头。在他的手机和电脑上发现了多张济宁的某家物流的发货单据，都发向全国各地不同的买家。原来刘某除了自己贩卖少量的枪支外，和李某类似，也在做上线的代理，通过网络来寻找买家，找到买家之后把信息发送给上线，由上线直接给买家发货。警方调查后发现，刘某的这个位于山东济宁的上线出货量很大。那么这个上线是不是这起案件的头号卖家？他手中数量巨大的枪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警方立即赶赴济宁展开进一步调查。交易频繁，卖家始终藏身暗处，从来不让刘某看到他真实的长相和面目。照片确定嫌疑人行踪，警方又能否成功抓捕头号卖家？一线正在播出。据刘某交代，他的上线绰号张哥，是山东济宁人。刘某和张哥之间并没有见过面，平时也是通过微信进行联络。刘某说，张哥曾经通过微信向他展示过大量枪支库存的照片和视频，说你就叫我老张也行，还有张哥也行，然后那会儿就给他备注了一下，叫1911张哥。哦，他是专门卖枪的吗？可以是后来了解，他确实是，就是说微信有一种叫小视频，啊，他会直接录小视频，录他的仓库，录他这个一箱一箱这些枪支啊摆到地上，啊，然后给我们用小视频的形式录下来。然后我们会看，包括上面有时间日期，有他自己的说话声音。他在视频聊天的时候，他只打开视频让刘某看其有囤货和枪支，但从来不让刘某看到他真实的长相和面目。那么张某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他跟我说最多的就是好像是个货车司机，开大货的啊，因为我们俩基本上一聊天的时候，他就是跟我说他在出差。考虑到刘某和张某之间的联系十分频繁，为了防止抓捕刘某引起张某的警觉，警方对刘某采取了监视居住措施，让他继续和张某保持联系，寻找抓捕张某的最佳机会。我们就对他进行监视居住，让其每天还在朋友圈里面存活，去稳住他的张哥，为我们抓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们出发之前，我们市局陈局长就专门召集了专案工作会，进行了安排部署，由市局的刑警支队领导和我们的局长带队，第一时间要赶赴济宁，
到济宁的时候是晚上的凌晨的一点多，一点多在宾馆里简单召开了一个任务的布置会议，然后连夜我们就出去开展工作。为了确定张某在济宁的落脚点，警方让刘某不停联系张某，告诉张某自己需要大量枪支，要尽快发货。但是张某给刘某回复信息说他最近很忙，没有时间，顾不上，过一阵再给他发货。又让刘某继续去催问，他就告诉刘某说他的小女儿住院了。同时为了博得刘某的信任，为了不失去这个重要的客户，然后他就给刘某随即发了一张女儿在病房内住院的照片。得到这张照片后，根据照片中的背景信息，警方立即对济宁市各医院展开排查，寻找张某的踪迹。果不其然，这个功夫确实不费有心人，终于在一家医院就查到了张某这个小孩住院的这么一个信息。守在医院的我们的同志发现他的妻子要离开医院，离开医院的话就有两个去处，一是出去购买早饭，第二可能就是回家。跟随张某的妻子，侦查员找到了张某的家。我们民警就悄悄地尾随着张某的爱人上了楼，在他打开房门的那一刹那，我们的抓捕民警也冲了进去，把张某直接在家里抓获。然而，让侦查员感到意外的是，在张某家，警方没有找到任何枪支。我们把他抓获之后，在家里进行搜查，家里什么都没有。经讯问，侦查员获知，在济宁某物流点，张某有大宗货物正等待发运。侦查员立即赶到了这个物流点，位于某某商贸城的一个物流点。随即，我们对这个物流点进行了检查。通过检查，从这里发现了由张某以假名和假电话发出的200余件货物。此时还不能确定它是枪支，但巧的就是还有2箱同样的货物没有发出。我们随即打开检查，发现确系我们的涉案枪支。这是你发的吧？是的。什么枪？1911。盖子盖上。确认是你的东西吗？是。拿手指。是我的。好，放起来。同时，在物流点附近，警方还发现了一个张某用来存放枪支的库房。在楼上有大量的纸箱、纸盒、胶带，就是他当时用来存储和包装、分装枪支的场所。我们对场所进行了检查，在那里，又缴获了，已经未发出的涉案枪支多把。还有几把？没有了。这里边啥东西啊？啊？这都是坏了，人家凑钱卖的时候，人家凑了。啊，你还卖过这种电棍？那么，张某贩卖的枪支又从哪里来的呢？一个来源是由山东省临沂市的黄某直接向他贩卖的，是整箱贩卖的。第二个途径是由他在广东汕头认识的一个女性。啊，广东的你怎么认识的？我去广东有一个玩具展会嘛，我们有时候去看玩具展会的时候认识的。那你怎么问的他？就发图片问有没有
种枪吧。然后呢？然后他说，啊，我可以给你，他说他没有，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然后就给我介绍了一个。这个贩枪网络像滚雪球一样规模越来越大，他们整箱整箱的出货量也让警方感到震惊。如此大量具有较强杀伤力的枪支流入社会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可小觑，继续追踪本案的头号卖家现在成了警方的首要任务。记者在采访张某的时候，张某说出了一个重要细节，他和广东的上线胖哥是在一次玩具展上认识的。其实国内很多通过网络贩卖枪支的人正是打着卖仿真枪、玩具枪或者是枪支模型这样的幌子，暗地里进行着非法的枪支交易。而一些枪械爱好者在他们的巧言蛊惑下，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枪与玩具模型之间的界限，也忽略了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参与到了买卖枪支的非法交易中。那么广东汕头的胖哥以及山东临沂的黄某，谁又是这起网络贩枪案的头号卖家呢？大量枪支来源指向广东汕头，从叫阿路的这个老板手中购买了240支。不懈追击，最终能否找到头号卖家？头号卖家一线正在播出。黄某是山东省临沂市人，张某说他和黄某很早就认识，黄某日常经营了一家玩具店，就是张某交代这个玩具，交代黄某经营的玩具店。我们去侦查之后发现已经搬家了，搬到哪里去了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工商登记这些我们查询之后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综合多方信息，侦查员判断黄某现在应该还在经营玩具店的生意，于是他们对临沂市各大市场进行了排查。经过四天的侦查，终于找到了黄某在新的一个玩具市场开的这个玩具店。侦查员跟他就是以谈生意的方式索取了他的名片。黄某是张某的主要供货人之一，手中必然有大量枪支存货，但是侦查员发现黄某的玩具店面积很小，不可能在此大量存货，显然黄某应该有另外的存货窝点。我们就对他进行了再进行了几天的侦查，结果又发现了他回家找到他家的就在一个城中村。我们想着这个时机基本上成熟了，存枪的地点应该在家，然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在玩具店内对他进行了抓捕。抓到之后的话，在他玩具店里面也搜查到了8支涉案枪支，还未来得及发运的。家在哪儿住？啊？家在哪儿住？家九路那边。九路什么地方？红谷寺。赵红谷寺。有多少？我自己说。有多少？这一堆多少？有多少？30箱。把这箱再看一下，看看里边还有没有。把那东西都掏完了。这都我32支，我都搜。随后带着他到他家这个城中村进行搜查。在他家的这个院落里的进门东户第一间房子里面，就一次性查获了114支我们涉案的起手枪，同时还堆放了大量30多箱仿真玩具枪。四眼这个枪是不是咱老黄扣押那个？老黄，你这一枪12个对人呀？黄某归案后很快向警方供述了自己枪支的来源，原来他的枪支和张某的部分枪支一样，都是来自于广东汕头。
他是从一个广东汕头一个姓郑的这个人给他介绍，从一个叫阿路的这个老板手中购买了240只。至此，这个贩枪团伙的结构脉络基本清晰。为团伙提供货源的主要是广东汕头的郑某、陆某和胖哥。从一点一滴的信息中，逐渐的把这两个团伙的信息搞清楚了。这两个团伙分别开的，郑某开的玩具店我们也找到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先收网，先抓到郑某，通过郑某再找陆某这个人。郑某归案后，警方又得到了陆某的大量相关信息，并且获知陆某将参加一个朋友的婚宴。婚宴相当热闹，场面相当大，有七八十桌，七八百人在那里就餐，那时候稍微抓捕不慎就会带来混乱和危险，我们又不能确定当时的危险性，又不能确定杨某身上、陆某身上是否携带有武器，只有悄悄地跟踪他到偏僻的地方进行抓捕，随后在民警耐心的等待下，人家婚宴搞完了，吃的也吃完了，喝的也喝完了，他就骑了他的摩托车，带着他的情人去了一个塑料加工厂他朋友那里聊天，我们一路秘密跟踪，到了塑料加工厂，见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抓捕民警在当地民警的配合下，进入到这个塑料厂，对陆某实施了成功的抓捕。好，我走。坐下去还不到五分钟嘛，他们就进来。当时没想到会出这个事情，现在关在这里面肯定后悔了。在郑某、陆某相继落网的同时，另外一名嫌疑人胖哥也进入了警方视线。围绕这个胖哥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他的电话号码进行了查询。在抓捕胖哥的时候，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的扎实的细致的基层基础工作，然后获取了胖哥大量的个人的信息，很精准的就在胖哥所在的那个村子把他抓获了。在案件侦办过程中，警方先后抓获嫌疑人40人，缴获涉案枪支194支。至此，这个通过网络贩卖枪支的团伙被彻底摧毁。这次收缴的枪支中还有这种长型的枪支，这种又是什么枪支呢？这款枪支是仿美国秃鹰高压气枪，这个是仿捷克板球高压气枪。这两种高压气枪呢，相较于仿 M1911 的这种气手枪，伤害性会比它们会大好几倍。在某地警方的案例当中呢，这一支同类型的枪有致人死亡的案例，所以呢，这两种枪支如果流落到社会上，伤害性是非常大的。反省过吗？一直在反省。哎，不该为了钱做一些傻事，很后悔，不该走这条路。采访中，警方特别提示一些枪械爱好者，喜欢枪械无可厚非，但收藏枪支的行为一定要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我们国家对枪支是严管严查的，这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生活安全，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在现实生活中，就有因非法持有这种杀伤力较大的气步枪而酿成的惨剧。2018年1月26日，湖南省邵阳县的一个女子在上班期间被同事把玩的气枪击中，不治身亡。所以绝不能把这些威力已经超过国家法定标准的气步枪看成是简单的玩具或是模型。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案件中那些购买枪支的枪械爱好者也将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